去了这么久的小乱背还是有人不会，今天来给大家讲解一下。首先我们一格起针，压在布丝里，然后从袖布的中间扎下去，把线头固定上，这样呢就不会掉出来了。然后我们一格一格往下绣，如果有一排的咱们就一排一排走。这个地方呢只隔了一格，我们可以这样子隔开给它绣上，这样背面呢是有一个交叉的，但是我们是绣的小乱背就无所谓了，竖背就不要这样绣啊。然后这里是一排的，我们就一排绣完，然后统一回针下来，然后又一个一个的绣，遇到一排的咱们就一排绣啊，一个的咱们就一个绣。这里呢我想转上来，所以呢就有一格是绣的上挑，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往上走，也可以收尾，收尾的话呢也是压在布丝里，这样是固定在布丝里面的，不是在线下面啊，背面是这样的。再看一下整体的